怎么是脚？台中没什么人上车嘛。台中不是要很多很多人吗？哦，一坐好。我以为我开始动了哦。对呀，开始出发了耶。嗯。耶。超级英雄大军。那是超级英雄的吗？对。哇，你看那个车子旁边这样开很快耶。对呀。对呀。啊，很多人站在那里呀。在哪？站在外面等呢。嗯。他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屏东阿公那边吗？不是啊，这里是要去台北的呀。妈妈要去台北。对呀、啊，那你要？我们家。你这个是什么？怎么是红色的人？对呀，这是英雄特区。英雄特区。那个咳嗽大王。看，看什么看？在坐椅子。坐椅子。咦，你要去上厕所吗？